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猎人独自上山打猎。猎人在四周走了一阵子，突然发现有一群人，没有穿衣服的人，他们相拥交叠，他们在交合。猎人仔细一看，发现他们都是男性，但长相却跟女性一样美丽。他好奇地问：“你们是什么？”众人回答：“我们是哈莱。”山里的小小的种子会长大，生性灵活的年轻人会长出善的种子